像是灵车，然后如果车子确认没有问题之后，要寄物再回来帮我们停个三地方。在前面没有亮，就是各休息站，是会跟着车队走。就是好了。你们沿路游山玩水就好，好吧，我们盖章。今天呢，我们看到有很多都是老面孔，就是有的今天是会玩水的人，擅长的都玩起来。既然玩下的行程就是就由骑单车这个运动呢来推广，欢迎这个观光就是有特别的观光，包含的有人文啊，有历史啊，有不同的美食啊。欢迎的美女，骑单车下照我方法走，你看捷径，你看，那相撞。来认识的是七星潭这个
小渔村呢在地捕鱼的方法。那可以看一下这个车了，会发现它有一个前面一个长长的四条长长的手臂，这个叫做鱼网。去年我也有参加，然后今年是第二年的今年的三十 K。对。哎，他，你说跟去年吗？对。跟去年比起来，今年的 DIY 的活动我觉得比较好玩，比去年还要好玩。然后今年参观的地方好像比较多。对。巴蒂斯，巴蒂斯基服，好穿又排汗。而且清凉。今天来参加活动，一方面是同事冯杰大哥介绍，他也跟我太太一起也喜欢运动，所以我们就特地来想说花东这边借由脚踏车来了解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景点，很棒，很喜欢。因为花莲的好山好水已经向往很久了，那刚好呢在 FB 上看到花莲市有办这样好的一个活动，所以就赶快报名了，而且我连报三场哦。就是30公里、50公里跟70公里我都报了，所以这个夏天我会来花莲三次，耶、yeah! ！说实在的，超乎我预期的好，对，因为整个的行程我觉得非常适合各种年龄层的人，然后尤其是认识花莲这些美丽的一个风景，而且可以那么亲近海岸。平常我们就是只有走到山上上去，可是我们这次可以用骑乘的路过很美很美的风景，然后包括我们的午餐，真是让我们太惊奇了。到这一件衬衫呢，它还有抗菌排汗是吗的一个功能，而且今天穿成骑乘的时候穿起来非常的舒适，不粘身，非常的好，我喜欢。有啊，这样看来是看得到啊。
以吨哦，以吨来做计算，所以他通常都会搭配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天车，然后他会买铁轨，他由天车来做一个吊挂，好、哦，所以他摆在路边都不怕被人家偷啊。好、哦，这个都是进口的原矿，非常的贵。这一门技术呢，我们称之为异形加工，为什么？因为你看，大理石跟那个花岗石，它都非常的坚硬哦。一般的石材加工厂，它只能做到二 D 而已。我们现在是100公里，哈、哦，那么强的威力啊，哈、哦，他来体验一下花莲的怎么当的砖吗？好，也很感谢你拍好中央山脉。Thank you.